姐妹们，一会儿我小妹要来我家，我去市场上买了这么大一勺排骨，今天再给她做她最爱吃的排骨梅花卷。最近老嚷嚷的要减肥，我看她吃不吃。哎，好了，坐起来。炒一下水去。放点葱和姜。来点料酒，大火烧开，然后焯热水。焯好了捞出来，放热水里再洗一遍。多来点油，炒个糖色。放进去。香料放进去。多来两勺黄豆酱，炖出来更好吃。生抽来一点，少来点老抽上个色，放点十三香，放点蚝油，松鲜先多来点，倒上开水没过排骨就行了。都弄好了，大火烧开，中小火先让炖半个小时，炖着吧。和点面做一个花卷，家里又没面了，就这一点了，又该买了。放点酵母，用温水和面，和好了不用发，直接拿出来再揉一揉，压一压，擀个大肠片。先来一层油，五香粉来一点，再来点干面粉，都卷起来。封上保鲜膜，让它醒发15分钟。排骨这也炖差不多了，这就好香了。来点盐，放点土豆和玉米，多放点干豆角，我妹最喜欢吃了。这满满一大锅，我看她还说不说减肥。花卷也发差不多了，都铺进去。好了，盖上盖子，再炖15分钟，咱就开饭了。冰冰，哎，过来了。这做的嘛好吃啊，老远就闻见香味了。做的大排骨，我吃不吃排骨不重要，我就想问问你俩去杭州为嘛没跟上我呀？你姐夫都没得挑我，直接就把我给弄走了，知道不？不高兴，不高兴。排骨也炖好了，这一大锅盛出来。花卷蒸的鲜腾腾的，真好，太香了！你看，把排骨都捞出来，太香了这一大锅。姐妹们，咱排骨梅花卷都做好了，有没有食欲？想不想来一口？这在外边卖应该挺贵的，这一大盆啊，咱以后不出去花钱了，想吃自己在家做，走，让我妹尝尝去。排骨梅花卷做好了，满满一大盆。跟你说，这里头汤这么热的。瘦给多吃点，给看你瘦的。香不香？嗯，老好喝。多吃两块啊。嗯，太香了。妈，给你尝这玉米啊，玉米。太香了，做饭还得是我妈。不、哦，太爽了。你最爱吃的干豆角，给。你还怎么给我减肥呀、啊？我都辛辛苦苦减了一个礼拜。你找到你回到解放前。